我的天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礼车上下来的究竟是谁呢？各位观众，手机请你准备好了，让我们欢迎 Bobby 天后彩华姐，还有颜值担当胡宇威，气氛担当夏荷西，尖叫声不断。这三人的组合呢，在台日跨国合作实境综艺节目《我们这一摊》当中，前往了全台夜市经营摊位，并且将台湾的美食发挥创意，创作出独特的新风味，获得许多观众的喜爱，也吸引到了评审们的目光以及肯定，入围了艺制级实境节目主持人奖，恭喜你们哦！掌声加尖叫，让我们欢迎我们这一摊的主持人群们，欢迎彩华姐、宇威还有西西。哇，太帅了！你们好，好。那边的粉丝可以说是等超久哦，都在等你们来了。太爱他们了，这边想要问一下，因为呢，三位的入围真的获得到非常多观众朋友以及圈内好朋友们的就是支持跟替你们好感动。今天我们真正走上星光红毯，感觉如何呢？我们先请彩华姐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金钟奖，也谢谢所有的评审还有观众朋友们给我们这一摊的肯定。我们当下入围之后呢，我们三个人，尤其我就是爆哭这样子。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点感觉要来呢？是因为在演艺圈呢40年了，我第一次入围金钟奖，所以我非常的感动。谢谢，也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多的疼爱，也谢谢我的 partner 胡宇威跟西西、夏荷西，他们真的很棒的。对，都很贴心，我非常感谢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谢谢我们这一摊的团队，谢谢。我们再次尖叫声，好好的来欢迎一下我们的 Bobby 天后彩华姐来到金钟五角，谢谢大家。那宇威也来分享一下好吗？非常的新鲜，这是我第一次走红地毯，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金钟奖，我觉得非常荣幸，然后。觉得在这个之前在准备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的，谢谢所有团队，为了今天而为我准备成一个帅哥的样子，帅到不行啦，本来就很帅了，谢，刚好觉得真的很非常开心的，谢谢评审他们，谢谢宇威的分享，西西。其实今天想要很正式跟大家见面，但现在我好紧张啊！你干嘛紧张？怎样？但是又好开心，因为第一次真的参加红毯，然后跟我的两位伙伴一起入围，所以今天其实很开心。当然紧张也占一点点的成分。而且西西待会结束还要去这个得奖人的地方去主持，对不对？对的，没错。今天也要麻烦你喽。那最后也问一下，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再去夜市摆摊，你们最想卖哪一种美食呢？问一下我们的彩华姐好了。其实很多美食都很好吃，希望都可以做。希望都可以做。总之呢，今晚由彩华姐这尊波比天后助阵，要敲响金钟，真的不是难事。预祝你们今晚第一次入围，就可以把讲座带回家喽！谢谢大家，谢谢。